乒乓球的发源地。乒乓球的发源地是英国。19世纪末，欧洲盛行网球运动，但由于受到场地和天气的限制，英国有些大学生便把网球移到室内，以餐桌为球台，书为球网，用羊皮纸做球拍，在餐桌上打来打去。乒乓球是一项技能型球类体育项目，是中国国球。乒乓球组织机构设有国际乒乓球联合会、亚洲乒乓球联盟、中国乒乓球协会。乒乓球运动的大满贯是指获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单打冠军、世界锦标赛单打冠军、世界杯单打冠军。乒乓球因其打击时发出乒乓的声音而得名。乒乓球为圆球状，重 2.53-2.70 克，白或橙色，用赛璐珞或塑料制成。乒乓球比赛分团体、单打、双打等数种。